无知无见无心无见无聪明恨万一贪着
流转生死，不求解脱，不随明道，不心跳于迷雾，是错如遇仙道，不尽是利妄，不知菩萨恩，念着诸诸闻诸法空，心大进不远离正法，诸于邪法舍已参道，如仙难道，即非佛意。随诸魔意欲诸有众坚持不舍，菩萨如是观诸众生增长大悲，生诸善根而无所著，菩萨而是佛作是涅，我当为一众生于十方世界一一国土，尽不可说不可说皆教化成说，如为一众生，为一切众生皆一如是，众不以此而生彼眼，舍而与之，有一毛断遍两法界，于一毛断处，尽不可说不可说皆教化调伏一切众生，如一毛断处，一一毛断处皆一如是，乃至不欲一贪之气，执着于我起我我所想，于一一毛断处，尽未来皆修菩萨恨，不着身，不着法，不着念，不着缘，不着三昧，不着观察，不着寂定，不着境界，不着教化调伏众生，一佛不著如于法界，何以故？菩萨著是涅，我应观一切法界如幻，诸佛如影，菩萨恨如梦，佛说法如相，一切世间如花叶，宝所持差别身如幻，恨离所起故，一切众生如心种种杂染故，一切法如是际不可变异故，有作是念，我当尽虚空遍法界，于十方国土中行菩萨恨，念念明达一切佛法，正念现前无所取着，菩萨如是观身无我，见佛无碍，为化众生，演说诸法，令于佛法，发生无量欢喜，尽心救护一切心，无疲业，无疲厌故，于一切世界若有众生未成就，未调伏出其意，于彼方便化度其中众生，种种因生，种种作业，种种取着，种种施舍，种种和合，种种流转，种种说着，种种境界，种种生，种种末，一大誓愿安住其中，而教化之，不令其心有动有退，一步一念生然着相，何以故？得无所作，无所依故，自利利他，清净满足，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几无作恨，佛子何当为菩萨摩诃萨，难得恨，是菩萨成就难得善根，难佛善根，最深善根，不可坏善根，无能过善根，不是一善三根，无尽三根，自在力三根，大威德三根，与一切佛同一心三根，是菩萨修诸恒事，与佛法中的最深界，与佛菩提的广大界，与菩萨愿未曾休息，尽一切戒心无疲倦，与一切苦不生厌离，一切
切众魔所不能动，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具悉一切菩萨苦恨，修菩萨恨，精进非懈，于大乘愿恨不退转，是菩萨恨住持难得恨，以于念念中能转恶生起皆生。而不舍菩萨大愿，若有众生诚实供养，乃至结婚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此菩萨虽了众生非有，而不舍一切众生皆，譬如传世不住此岸，不住彼岸，不住众流，而能云度此岸众生之于彼岸，以往法无休息故，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亦复不住生死众流，而能云度此岸众生之于彼岸，安稳无畏，无有恼处，亦不与众生说而有所作，不舍一众生作多众生，不舍多众生作一众生，不增众生皆不减，众生皆不生，众生皆不灭，众生皆不净，众生皆不障，众生皆不分别，众生皆不二，众生皆合一，故菩萨深入众生皆，如法界众生皆法界无有二，无二法中，无增无减，无生无灭，无有无物，无取无异，无着无二，合一故菩萨了一切法，法界无二故菩萨如是，一善方便入身法界，住于无相，以清净相庄严其身，了法无心而能分别一切法相，不取众生而能了知众生之说，不作世界而现身佛刹，不分别法而深入佛法，深大义理而广圆圆教，了一切法理与真经，而不断菩萨道，不退菩萨恨，常勤修习无尽智恨，自在如于清净法界，譬如转摩一处于佛，或是无量而或不灭，菩萨如是化众生是无有穷尽，而在世间常住不灭，非究竟，非不究竟，非去非不去，非一非无一，非是法，非佛法，非凡夫，非得故，菩萨成就如是难得心，修菩萨恨是不说而生法，不说佛法，不说世间，不说世间法，不说众生，不说无众生，不说垢，不说净，何以故？菩萨知一切法无染无趣，不转不退，故菩萨于如是寂灭微妙深深最深法中修行，即不生念，我先修持恨，以修持恨当修持恨，不作云界出内世间，外世间内外世间，说其大愿，诸般若蜜及一切法界无所作，何以故？法界中无有法名相声闻声，相度觉声无有法名相菩萨声，相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法名相，凡佛界无有法名相，燃相即相生死相涅槃，何以故？诸法无二，无不二故，
毗卢虚空于十方中罗去来请求不可得然非无虚空菩萨如是观一切法皆不可得然非无一切法如是无一不是说诸不是修行菩萨诸恨不舍大愿调伏众生传正法轮不坏因果亦不为一平等妙法普于三世诸如来等不断佛中不坏实相深入于法辩才无尽闻法不着知法缘地善能感应心无所谓不舍佛主不为是法不现世界而不着世间菩萨如是成就难得智慧心修习诸恨与三恶去拔除众生教化调伏安置三世诸佛道中令不动摇复作是念世间众生不知恩报更相仇对邪见之处迷惑颠倒于此无知无有心性随诸恶有其诸恶会贪爱无明种种烦恼皆悉充满是我所修菩萨恨处舍有之恩聪明慧尽积善知识充满世间我不与众修菩萨恨可以故我与众生无所寂寞无所寄望乃至不求于利益好及以自赞美之言请未来皆修菩萨未曾一念之为欲计但欲度脱一切众生令其清净用得出离合一故于众生中为明道者法因如是不取不求当为众生修菩萨令其得是安稳彼岸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十名菩萨摩诃萨第八难得恨佛知何等为菩萨摩诃萨三法恨知菩萨为一切世间天人摩梵沙门婆罗门前大婆等所行量法之舍是正法不断佛众得清净光明陀罗尼故说法所及遍在无尽的具足依陀罗尼故一遍无尽的觉悟是法陀罗尼故法遍无尽的寻思言辞陀罗尼故此遍无尽的无边问句无尽无碍门陀罗尼故无碍遍无尽的佛观顶陀罗尼观其顶故欢喜遍无尽的不由他无陀罗尼门故光明遍无尽的通遍陀罗尼门故通遍无尽的种种一生俱生闻宣众寻思陀罗尼门故寻思遍无尽的无边宣陀罗尼故无边遍无尽智菩萨大悲坚固菩萨众生于三千大千世界变身金色是作佛是随着众生根性欲要以光常摄于一因中邪无量意因是说法皆令欢喜假使有不可说种种也把无数众生功慧一出其慧光大充满不可说世界菩萨于彼众会众作是众众生一一皆有不可说我生其口一一口能出百千亿那由他应
同时发生个别因此个别所闻菩萨语一念中其能令受皆为仇敌令出于佛如于众会中于不可说众会中其亦如是不自假是因矛盾处念念处不可说不可说道场中会一切矛盾处皆亦如是今未来皆彼皆可尽众会无尽是诸众会一念念中一个别因此个别所闻菩萨于一念中其能令受无不无缺无依无明而作是念舍一切众生亦如是于业起来闻我我为说法无断无尽皆令欢喜诸于三大菩提三界一切因此能为众生说种种法而一因一无所分别假是不可说不可说种种因此而来闻难一念悉利益因现大佛是开悟无有一语一得一切智观定故一得无碍障故一得一切法圆满光明故具足一切智智故佛智持菩萨摩诃萨安住三法恒一能自清净一能以无所作方便而不若于一切众生不见有众生得出离者如一次三千大千世界如是乃至于不可说三千大千世界变身金色妙音具足以一切法无所障碍而作佛是佛智持菩萨摩诃萨成就是众生所谓如无边法界可以取生灭一切世间故如无变法界诸取生生一切世间故不生生诸无生平等法故不灭生一切灭因说不可得故不是生得如是故不忘生虽因现故不前生离死自生彼故不坏生法界心无坏故一向生善事一言道断故无生生善能观察法相故菩萨成就如是是众生为一切众生舍长养一切善根故为一切众生就令其得大安稳故为一切众生皈依其作大益处故为一切众生道令得无上处理故为一切众生是令如真实法中故为一切众生等令其明见业报故为一切众生光临照生生妙法故为一切生死去令其了悟是法故为一切世间超令如光明地中故为一切诸取名实现如来自在故佛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九三法恒菩萨安住持恒为一切众生作清凉法师能起一切佛法缘故佛智何等为菩萨摩诃萨真实是菩萨成就第一真谛之语如说能行如行能说此菩萨却三世诸佛真实语如三世诸佛中心与三世诸佛三根同德得三世诸佛无二语随如来学智慧成就之菩萨成就之众生是除非所知取来现在也保持诸根离顿之种种皆知种种皆知一切之处道之主禅协托三昧垢尽其是非是一切世界数诸碎念之天眼之罗尽之而不舍一切菩萨何以故于教化一切众生悉令清净故知菩萨佛身如是真相心若我不
离一切众生诸无上解脱，而我现成欧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为我本愿，是说不应。是故要当先令一切众生得无上菩提，无余涅槃，然后成佛。何以故？非众生请我发心，我只为众生作不清之。于先令一切众生满足善根，成一切智识，故我为最深，不着一切世间，故我为最上住无上调御地，故我为离一切众生无际，故我为一般本愿成就，我为善变化菩萨功德庄严，故我为善衣故三世诸佛舍受，故此菩萨摩诃萨不舍本愿，故得入无上智慧庄严，利益众生悉令满足，随本誓愿皆得究竟，于一切法中智慧自在，令一切众生普得清净，念念偏有十方世界，念念普依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国土，念念悉见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及佛庄严清净国土，实现如来自在身力，普遍法界虚空界，是菩萨现无量身，普如是界而无所依，于其身中现一切刹，一切众生，一切诸法，一切诸佛，是菩萨之众生，种种相，种种语，种种界，种种业报，种众生根，随其所依，为现其身而调伏之，观诸菩萨如幻，一切法如化，佛出世如影，一切世界如梦，得一生闻声无尽藏，成念自在决定了知，一切诸法智慧最深入，一切三昧真实相，诸一心无二地菩萨摩诃萨，一诸众生皆作于耳，安住大悲修行如是寂灭之法，得佛势力如因陀罗王法界，成就如来无碍解脱，人中雄猛大师之后，得无所谓，能转无碍清净法轮，得智慧解脱，了知一切世界境界，觉生死会流入智慧大海，为一切众生护持三世诸佛真法道，一切佛法海誓向愿地，菩萨主持真实恒意，一切世界天人魔凡沙门婆罗门前他婆阿修罗等，有清净者皆灵开悟，欢喜清净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十真实恒二十佛身力故，十方各有佛刹，为成熟世界六种震动，所谓动变动等变动，起变起等变起，用变用等变用，正变正等变正，后变后等变后，起变起等变起，一天妙化天相，天魔相，天满天意，天宝天庄严，觉周天圆印，方天光明，延长诸天微妙音声，如此世界阎摩天宫，说是恒法说现身变，十方世界悉亦如是，佛以佛身力故，十方各国十万佛刹，为成熟世界万有十万佛刹，为成熟菩萨聚，来以师徒充满十方，于功德力菩萨言，佛知善哉善哉，善能言说诸菩萨和我等一切同名功德力，说诸世界皆名功德场，彼陀如来同名普功德，我等佛说一说十方，众会眷说言辞，以利息一如是。
无有正见佛知我等皆成佛身利人如此慧为如作真十方世界心一如是而是功德林菩萨成佛身利不管十方一切众会其余法界一令佛中心不断过一令菩萨中心清净过一令愿中心不退转过一令恨中心常相续过一令三世中心心平等过一色三世一切佛中心过一看眼说中众善根过一观察一切诸根过一切烦恼习气心心所作一照了一切佛菩提故而说诵一心经历十力尊力垢清净无碍见境界深远无论辟诸如虚空道中者过去人中诸最深功德无量无所作勇猛第一无等论比例成者心学现在十方诸国土善能开眼第一离诸国恶罪心经必无疑者心识大未来所有人世自周遍有心于法界依法诸佛大悲心必饶疑者心识大三世所有无比尊自然除灭于此岸与一切法界平等必大力人心自大不见无量无边界一切诸有记住去见以其心不分别必无动者心识道法界所有皆明了于第一义最清净永破尘满及于此彼功德者心识道与诸众生善分别即如法界真实性自然觉悟不由他彼等空者心识道净空所有诸国土希望说法广开于所说清净无能坏彼身摩尼心自道居住坚固不退战成就尊重最深法远离无尽道彼岸彼三修者所行道无量无边一切地广大深深妙境界悉能知皆迷有一彼论是之所行道一切具一切明了所有一论悉摧伏于法决定无所所以彼达摩尼心知道远离世间诸国魂魄与众生安稳的能为无等大道是彼生得者心知道恒业无为是众生不令一切皆心清其心清净力然作彼无等者心知道一夜清净几条山立足息论无口过微光圆满中说清彼最深者心识道如真实一道彼岸诸功德出心勇气诸佛护念恨不忘彼灭有者心识道远离于我无脑海恨以大音宣正法十方国土密不足彼觉体者心识道檀波罗蜜一尘满百佛相好说庄严众生见者皆心悦彼最深慧心识道质地深深难可入能以描绘上暗处其心究竟不动摇彼坚固恨心识道法界所有悉能如随所入出现究竟神通自在密不改彼法光明心识道诸无等等那摩尼清修三昧无二相心常在定要寂静彼不见者心识道为悉广大诸佛土根相摄入各差别如其境界悉了知彼之三妄心自道一刹明界离诸垢于三界中无所作不知中界道彼岸此境行者心自道智慧无边不可
说普遍法界虚空界，三人修学诸其中毕竟刚慧心思，三世一切佛境界智慧深入心中，为常三七皮眼心闭最深者心思道，三人分别是离法了知一切之处道，深夜无碍得自在毕功德身心思道，十方无量无边界所有一切诸众生，我皆救护而不舍彼无畏者心思道，与诸佛法勤修习心常精进不懈倦，尽知一切诸世间必达龙王心思道，了知众生根不同一切无量个差别，种种诸界皆明大智般若者心思道，十方世界无量刹希望受舍无有处，未曾一念生彼眼彼欢喜者心思道，不坏无量光明光照耀一切诸世间，其光所照如法性慈善慧者心思道，震动十方诸国度无量亿数挪由他，不令众生有尽不自离是者说行道，三界一切语言方文难酬对心究竟，从这便会弥补自知无为者说行道，三界抚养诸国度分别是为得究竟，其实诸于无尽地自生慧者所行道，功德无量挪由他，为求佛道皆修习，以其一切道彼岸是无尽恨所行道，超出世间大论是辩才第一时之后，不是群生道彼岸自尽心者所行道，诸佛观定第一法义得之法观其定，心恨安住正法门彼广大信心之道，一切众生无量别了大其心系周遍，决定护持佛法藏彼如须弥心此道，能于一一一言中不为实现无量因，令彼众生虽累皆自我爱见心此道，一切文字语言法直接深入不分别，诸于真实境界中自见行者所行道，安住深深大法海，善能应定一切法，了法无相真实门自见识者所行道，一一佛陀皆往一境于无量无边界，观察是为迷暂停自非邪者所行道，无量无数诸如来种种名号各不同，于一毛断悉明见自净佛者所行道，一毛断处见诸佛尽数无量不可说，一切法界悉一人彼诸佛之心思道，无量无边无数皆于一念中悉明见，自其修出无定生自解脱恨所行道，能令见者无空故皆于佛法中因缘，而于所作行无著彼诸最深所行道，哪有他皆常于佛中不一念生彼缘，其心欢喜转根真知不空见所行道，尽于无量无边界观察一切众生界，未曾见有一众生自见过失所行道，修习无边福智藏不作尽量功德事，利益一切诸群生彼第一人心此道，法界所有诸品类普遍虚空无数量，了彼皆一缘所住此时之后所行道，人于一一三昧中不如受数诸三昧，其知法门有奥处此论越者行识道，人力勤修道彼岸能忍最深即灭法，其心平等不动摇是无边之所行道，于一世界已作出其身不动痕迹，人而于一切不现身彼无边身心之道，无量无边诸国悉令共入一乘中，普得宝若无障碍彼无边是心之了达，是诸即非诸即诸离诸不
能度成就如来最上立彼第一力所行道过去未来现在是无量无边诸业报恒一智慧悉了知的当学者所行道了大世间是非是如因调伏诸众生悉生其意而不是至善了者所行道三所生于今一夜恒定依法而修行立足去坐相中末次之行者所行道宇宙法中的三巧能如真如平等处辩才宣说无有穷此佛恒者所行道陀罗尼们以圆满善能安住无碍障宇宙法界悉通达此身如者所行道三世所有一切佛其余等心通智慧一心一向无有数次无碍中所行道一切一切一次莫生如广大智慧派普世众生清净言自由莫则所行道于其一切诸道是平等神通无二恒或于如来自在立此三修者所行道偏有一切诸世间普于无边妙法于悉令于一的觉量之法云者所行道能与佛之机协脱生生尽心永不退一心而生智慧根此三学者所行道能与一念心了知一切众生无有余了彼众生心自行道无行者所行道法界一切诸佛度其能化妄无有数其身最妙觉等论之无比恒所行道佛刹无边无有数无量诸佛在其中菩萨于彼悉现前清净供养圣尊中菩萨能以度一生如一三昧而起定令解其身无有数以一切从三昧起菩萨所住最深妙所行所作超悉论其心清净常悦乐能令众生悉欢喜诸根方便各刹便能以智慧悉明见而了诸根无所依能挑难者挑难挑者所行道能以方便巧分别与一切法的自在十方世界各不同悉在其中作佛是诸根微妙恒一能为众生广说法随其闻者不信其此等虚空所行道直言清净无余等于一切法其明见如是智慧巧分别自无等者所行道所有无尽光大不一切修行十九经令诸众生悉清净智无比者所行道普劝修成诸道法悉令得诸方便地度脱众生无有数未曾沾其众生相一切机缘悉观察心不必一令无真普世众生安稳处之方便者所行道成就最上第一一智具足无量无边智于诸世中无所谓此方便智所行道一切世界及诸法悉能遍入得自在亦如一切众会中度脱群生无有数十方一切国土中极大法故无群生为法是诸罪无上智不灭者所行道一生结家而成作充满十方无无量刹而令其身不破碍此法身者所行道能于一一一文中演说无量无边法而以边际不可得此无边智所行道与佛解说三修学得佛智慧无障碍成就无畏为师兄此方便者所行道了知十方世界海以知一切佛刹海智海法海悉了知众生见者先行亲或现如太极出生或现道场成正觉如世界令世
见千次无边遮所行道，无量亿数佛土中世间其身如涅槃，是不舍愿归其灭此生轮遮所行道，见果微弥一妙身与佛平等无差别，随诸众生各一见一识身遮所行道，法界平等无差别，具足无量无边一了观一相心不离三世之遮所行道，与诸众生及佛法建立加持其究竟，所有事一同与佛最上智者行此道，身住无碍犹如佛天眼无碍最清净，耳根无碍身听闻此无碍一所行道，所有神通皆具足随其智慧悉成就，三智一切迷所抽此现智者所行道，其心真定不要动，其智广大无边际，所有境界皆明达，一切见者所行道，一道一切功德安能随此地度众生，其心毕竟无缘住此常行者所行道，三世所有诸佛法于此一切现之间，从于如来中心生彼诸佛之心思道，随顺言思以成就怪为谈论善垂佛，常人取上佛菩提无边慧遮所行道，以光照出无涯现十方国土悉充遍，普世世间得大名次破案遮所行道，随其因界因供养为现如来清净身，教化众生百千亿庄严佛刹一如是，为令众生出世间一切妙恨皆修起，此恨广大无边际，云何而又能知之，假使分身不可说而于法界虚空等，其功成样彼功德百千万劫无能尽，菩萨功德无有边，一切修行皆具足，假使无量无边佛与无量皆说不尽，何况世间天机人一切声闻及缘觉，能于无量无边皆赞叹真样的究竟，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离佛离佛地遮诃遮诃帝，陀罗尼帝利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伽帝，僧尼伽帝娑婆诃，离佛离佛地遮诃遮诃，陀罗尼帝利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伽帝，僧尼伽帝娑婆诃，离佛离佛地遮诃遮诃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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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罗尼帝利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伽帝，僧尼伽帝娑婆诃。南无三曼多摩多南无波罗提诃多遮遮那弥安吉弥吉弥达达格达，南无阿三提波罗提乌达摩达摩达达格达，南无阿吽婆娑，南无三曼多摩多南无波罗提诃多遮遮那弥安吉弥吉弥达达格达，南无阿三提波罗提乌达摩达摩达达格达，南无阿吽婆娑，南无三曼多摩多南无波波罗蜜诃多遮遮那弥安吉弥吉弥达达格达，南无阿三提波罗蜜乌达摩达摩达达格达，南无阿吽婆娑。
Song, song.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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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敲